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，欢迎收看我们华尔街双响炮。我们知道钟真老师你拜国不来露营嘛，啊，我说你有很重要的事情哦去办，那我不晓得你是去办什么事情。包粽子给大家吃啊。包粽子哦，包粽子现在哦，我跟你讲啊，现在有很多那个什么过期的酱油，加什么什么什么油会致癌物质的酱油，顺丁烯二酸，还有什么什么啊，中台湾卖被加毒淀粉，对，毒淀粉，哎，你不要用那些东西呢。不会啦，你放心啦，因为从我们以前上菜到现在，对不对？一直都让大家满意。没错啊，我们给你的料都是料好实在啊。对对对对。那你想想看呐，那是讲包粽，包粽，你用那一包，对，包粽，你用那一些什么？不要说过期的酱油，什么过期的米就不好吃了。没错没错，所以我们包的粽都是怎么样？我们包的粽都是第一个米要最好的嘛。没错，那包的粽里面还有什么？比如说这个干贝啦，最顶级的啊，最顶级的干贝啊，天九次啦，哇，最顶级的天九次你一定吃过啊，我还没吃过哎，对不对？最顶级的就要给大家。没错，对，所以你想想看哦，那哎，但是我教。我拜托您帮我讲的事情，你应该有讲啊，有讲啊，有讲啊，就对了。讲说寡人要上什么菜，当然有了。啊，有讲就好，有讲那我就可以大声一点。没错，好，但是观众朋友，你看哦，啊，江老师要讲什么？讲这个啊，可成啊，6月7号礼拜五跌嘛，最低151.5嘛，那江老师说他有讲啊，讲什么？讲说这种跌下来就是你难得的机会啦。跌下来就是你该加嘛。那观众朋友，那跌那么重，我想全市场大概除了我们之外，没有人敢跟你讲说跌你要去买。为什么跌你要去买？你说要是其他老师看到这种黑黑棒，跟他们戏啊，对不对？电视上点点假装自己没讲，哦，但是呢，我们不会。我们该做什么？有没有做动作？我们的看法怎么样？跌的时候，哇，都是公开大放送给你，哦，太嗨了，哦，所以那观众朋友，你看哦，我们讲的有没有完全命中？你说讲归讲，恭喜几句等等啊，万一没中，海力撩紧要拍谁，对不对？可是观众，我们讲有没有中？你看哦，今天的可成。你如果礼拜五没去买的话，我想请问你，你今天找得到低点去买吗？找得到吗？那为什么我敢告诉你说跌你要去买？很简单嘛，因为基本面完全掌握，可成第二季营收目标轻松达阵。老师，可成第二季淡季呢？对，淡季还从15%起跳啊！淡季哦，你有看过哪一家公司淡季可以成长15%的？有没有？很少吧？那旺季来怎么办？想买你都买不到。那观众，可成礼拜五跌，跟你讲说跌，你应该要去买。今天涨上来，今天涨上来，重点在哪里？涨完了没有？涨完了没有啊？那各位朋友，涨完了没有？谁说了算？不是我说了算呐，是市场说了算。那只是我可以准确的预告，就像测标上面告诉你包中了。我跟你讲诶，到现在有哪一次是错的？从151跌下来那边讲啊啦，1月7号151，我告诉你要卖。我卖的扣讯我也秀给你看，跌到123。3月26号，我跟你讲，我们加码，我们买了，买在130，波段大涨，从130涨到169，三成。观众朋友，过去我每一次讲可成，哪一次错过？4月26号，告诉你要加码144.5。涨上来169，所以礼拜五跟你讲说跌下来你要去买啊，今天涨上来多后年了。那重点在哪里？目标价。观众朋友，如果今天目标价只有这样子的话，啊，那你卖不会了。
但是你手中满手的，你不是不买就可以哦。你手中满手的，你总是要知道目标价在哪里，你才能够赚最多嘛，对不对？所以目标价谁说了算？我说这不是第一次准的啦，礼拜五跟你讲要买，今天涨上来，不是第一次的啦。那各位朋友，目标价谁说了算？所以基本上，可成你想做的，我觉得唯一的办法就是跟着我们来啦。那各位朋友，难道只有可成吗？包括怎么样？联发科礼拜五是涨的，但是我告诉你，它还会涨。那各位朋友，你看哦，有没有涨？高价股里面，除了大力光、汉维科之外，最强的就是联发科。那各位朋友，联发科涨完了没有？其实你看到这些股票，我们从跌，哦，可成跌，跟你讲说要涨，它真的涨上来。包括联发科礼拜五涨，我告诉你说它还会涨。今天盘面上高价股第三强的就是联发科，我不晓得这样还要我怎么样啊？哦，但是重点是观众朋友手中的联发科很多的385会不会是高点？这你就要知道了吧？手中没有联发科想加码的，一样385会不会是高点？这你总该要知道吧？你说老师哦，我都不知道。那各位朋友，你都不知道的事情，表示你不清楚它会涨还是会跌。但是我们清楚的告诉你，它会涨，它真的涨上来了，是不是表示我们跟你预告的完全命中？既然完全命中，也有说包中了。观众朋友，你看哦，第一档有没有命中？哦，是没有涨停啦。哦，因为可成联发科如果涨停，你就要害怕了。第一档有没有命中？有没有涨上来？所以这个叫包中啊。那各位朋友，你做股票，你最喜欢的，你最喜欢，你最希望，你最想要的，不就是包中吗？买什么中什么。那各位朋友，全市场上能跟你预告的有谁？就是我们双响炮团队。那能跟你预告，而且真的完全命中，叫做包中。那观众朋友，你是不是很想要？如果你很想要，听好，端午节前前三档股票哦，包中的前三档股票，法人股，我请客，我请得去啊，请不去。你从联发科、可成上面，你就看得一清二楚。当然还有一档群联，今天没有时间多讲。但是群联你就拭目以待，想要包中的，跟我们这个端午节共度佳节、共襄盛举的，等一下广告当中电话，欢迎你利用。时间关系，我们先进一段广告。每个人的心中都有一份梦想清单，江蕙的梦想清单很简单，徜徉大自然，天天山海河汤。竹围捷运站前水岸第一排，原力水纪元。我是江蕙，我在水纪元。资讯尽在亚洲投顾手机 APP， 咨询电话02-2578-3777 2578-3777。
超越大盘，领先市场，挑战自我，掌握行情。市场的常胜军亚洲投顾拥有一流的分析师阵容，坚强的研究团队，准确的多空操作，稳健的获利绩效，提供您全方位的投资组合。亚洲投顾带您迈向不同高度，开启非凡人生。您财富的管理专家，亚洲投顾，亚洲投顾，珍惜所托，真情照顾。咨询电话02-2578-3777，02-2578-3777。02-2578-3777，亚洲投顾02-2578-3777，您财富的管理专家，亚洲投顾。十年后的林口就是现在的温哥华，温度、空气、高尔夫球场，它就是一个浪漫的城市。每一次呢，我们到国家药院，这都是一种兴奋。在我的建筑的领域里面呢，最感动而且最伟大的一栋建筑，林口第一豪宅，国家一号院，雾散了，人来了，林口发了。欢迎回到节目现场。那我想很多人做股票哦，对你最大的困难就是怎么样？你觉得股价不能预测，没错。但是如果股价不能预测，那要分析师干嘛？没错啊。那我们预测跟你讲的，我准啊，是不准？等一下给你看啊，包中啊。但是有没有包中？我相信你心里很清楚啦。没错，没错。其实啊，在上个礼拜五啊、礼拜六、礼拜天，你看重播的，从头到尾你去那看，只有我在这边跟你讲说，我的股票那个时候、啊、很弱。为什么我的股票很弱？因为之前我的股票都是最强势的。所以我跟你讲说，这个大盘就是要大幅度反弹啊。其实我也不晓得美国啊，这个礼拜五欧洲美国股市要呈现一个大涨，我们只是纯分析的角度来看啊，这个盘就是要大起啊，是要那边大起啊。所以说上个礼拜我们跟你讲说怎么样，第一个低档完全命中，第二个下子的涨停板命中，有没有命中啊？上个礼拜我在这边跟大家讲，我不是只有解大盘给你用大波的被气压哦，就好像之前我来分析7688公神奇的跌咖啡，100%命中之外，我又一次再度的命中了。今天我们来看一下大盘啊，亲爱观众朋友，你给看今天大盘是涨了65点。你管他正所税要不要过？很多分析师说啊，正所税啊，礼拜四会通过，怎么不可能啦？怎么可能那么快通过？他少也协商要一个月呀、啊！亲爱的观众朋友，分析东西有凭有据，然后分析的很正确，就是一个分析师的价值。那我跟你讲说，大盘就要反弹，我讲的股票有没有涨停板？亲爱的观众朋友，有没有？其实啊，一直以来我也很不喜欢调这个 VCR 出来给观众朋友你去看啦，因为我觉得那个是老套。但是呢，这届都真正人咧讲啊包中，我就讲啊，我要来讲包中，有准啊无准啊？导播准备一下，我们把我们6月7号啊，我们怎么讲阳城的，我们把它调出来给观众朋友去看。我不仅把大盘解说要反弹哦，阳城那一天跌停板，我照样给你分析。来，导播来，我们呢、啊、进我们的6月7号的重播带给观众朋友看。来，进这个重播带。他有没有因为你不敢买而跌下来？他因为你不敢买，他涨更多。所以说，他今天在收到跌停板，我是很欢喜的啦。也许很多人觉得老叔你是变态啊，是阿诺啊，你手中还有基本持股，看他跌下来，你很高兴。因为我要带领新一批朋友，因为我还要加码，因为我要赚更多。其他观众朋友有看到啦吼，因为我要加码，因为我要买更多，我加码在这边给你看目标价何在。这个是你刚刚看到的，有看到不？今天它怎么走？涨停板，来照这边一下，来，导播，有看到啦吼，涨停板。我说这一只股票从我讲了一路一路这样涨上来呀、啊，一路一路这样涨上来，你要去买，你很难买。
希望讲有一个重挫。这个重挫的最大目的就是讲呢，咱买落啦，随起起哩脱离我们的成本区，我们会很高兴。有做无？你跟你讲啊，你刚刚重播你都看到了啊。那不是只有一档准啊。如果说只有一档准，我伫只来讲啊，老师我足准的，我要包中，干那一支大盘你免看，你是刚刚看那个重播带，看我大盘怎么写在旁边的，有看到了吼。那只有一档准，你讲我伫只足欢喜的。亲爱的观众朋友，哪讲干那一支足准的，我伫只讲啊，我足准的，那个不叫包中，那个叫中一半而已。那怎么样叫包中？其实啊，我们一直以来讲一档股票，代号3131的宏硕。那这支股票，我对去年十月二三，我想我十月二三这个入期足重要的，因为刚好是我的生日了，所以我说我讲这一支股票一笔一重啊，从我讲开始一路涨，我没讲就一直跌，到礼拜五我开始又讲，有没有很准？来，导播再准备一下，我们再重播，我们怎么样讲？代号3131的宏硕，就六月七号讲了而已哦。给观众朋友再看一下，来，导播，我们再进一下重播带，因为每个人都知道啊，3131的宏硕啊，因为它起涨刚好是10月23号这一天涨上来，涨上来，从73块涨到340块，很多人在这边去买去套了哈，套了啊，足痛苦，我老师厉害，都唔过无咧讲一句啊，足痛苦的，别安怎，在这边我也跟你讲，这支股票。会不会东山再起？观众朋友，有看到啦吼？老师，你讲咧，有起呀，无起呀？亲爱的观众朋友，今天开盘涨停板，收盘涨停板，一价到底都没有开过，而且从一点以后啊，几乎都没有成交。你还要我讲什么？你要的不就这些吗？这种录影给你看的，都调录影带出来看的呢，你要的难道不是这一些吗？你不希望就是说啊，我买了股票那就涨停板，我们还拿这个资料给各位看呢、啊。我们跟你讲说明年晶圆厂的设备支出暴增啊，代工厂的贡献最大，代工厂的是晶圆代工，晶圆代工它现在就是在28奈米，要提升到20奈米，提升到15奈米，他需要用的就是28设备啊。我来讲啊，以前我拢写我是28标股的总代理啊，真的是无出其右啊，28标股的总代理啊，谁要讲28标股的总代理？因为我若无讲，伊就唔敢去啊。有还是没有？我知道这一档股票啊，很多人喜欢啊，亲爱观众朋友，我们跟你讲说会不会东山再起，给你讲到这边。这是六月七号给你看的哦，这个图是六月七号给你看的哦。然后我们跟你讲说，明年晶圆设备厂支出暴增。我们还跟你讲说，你哪唔知道上面买买什么股票？也许啊，你又讲说啊，老师我其他去买买都买买掉啊呢。这个就是哈、哦，是我的会员跟不是我会员的差距啦。你我的会员手中大家都有啊，因为伊若讲老师，你若开始讲买讲买讲宏硕的时候，你爱先导我讲，因为安怎我绝对爱买，因为他知道我们对一些股票啊掌握是这么的精确。今天涨停一路锁到底，这个不是你要的吗？而且我们的股票跟别人的那个涨停都不一样哦，为什么不一样？因为我们的股票都是最有业绩的。亲爱的观众朋友，你给他看了、啊。我们的股票，你给他看他的业绩啊，来，我们来看他的业绩哈、哦。跟你讲说什么呀？五月营收2.31，有没有成长多少？跟去年同期啊，成长202%，1到5月成长175%。我们跟你讲都是什么？都是业绩享受的股票啊。亲爱的观众朋友，啊，你别够爱心啊。第一档也跟你讲了，你说啊，老师宏硕我都想我知影，像个你唔是我的会员，这我没办法，对不对？那我跟你讲，杨成你总买得到吧？还有一档股票啊，亲老哥，我不是只有讲这两档啊，我还有讲啊，观众朋友，还有一档没涨的，涨一点点啊，底下 K 加 G 涨一点点而已，
我跟你讲说怎么样，五月获利会不会创新高，你等着看啊。如果他五月获利会创新高，营收再创新高，营收创新高这已经公布了啦，你给他看哦，他的营收新高已经公布了 1.93， 你对这里吹对头吹到尾也不看到 1.93 呢，所以就是创新高嘛，有没有？你给他找都没有，那就是创新高嘛。那五月业绩创新高，如果他的营收再创新高，他会怎样啊？大概拭目以待啦。我们跟你讲的股票都是这么好，大盘要开始要大幅度反弹啊！大力讲，虽然你无做基，我无做基手，个股因为大力讲诶，我唔知讲你要爱的是啥，我唔知影啦。这个涨停板，哎，做后背哦，在平板这边你还买得到哦。我们跟你讲的28标股总代理，这个叫什么？哪个在讲啊？倚天一出，谁与争锋啊？只要我提到28标股，为什么我不提的那一段时间啊？哎，都是别去，那都是从340一路一路这样跌下来，有还是没有？我跟你讲，什么时候东山要再起？今天跳空涨停板，你要的是什么？其他观众朋友，就是讲今仔去端午节啊啦。咱今仔要去送人物件，人安怎会当看人看人看会起？你就是送最好，跟我们中正老师讲了一下，我用最好的米，我包最好的材料，我用鲍鱼、鱼翅、燕窝都给它包进去，而且我用古法慢慢去炖的，慢慢去做的出来这个粽子，你讲会好吃未好吃？这哦，这是绝对是势必轰动的嘛，就跟我们讲的股票一样嘛。你给他看哦，我们跟你讲包中，低档有没有100%完全命中？涨停板有没有100%完全命中？这足重要的哦。你若讲我用摇的，讲啊摇的猜题的，还是讲足厉害运气好的，运气好的你也去买六合彩啦。今天的六哦，今天的什么这个大乐透加码了，威力财啊，威力财4.几亿，被客运起，嘿，我不要多。那个你不要说，老师你足准的，你报我六个号码就好啊，我就4.8亿的我的啊，嘿，我不要多啦。但是呢，那个是运气好，我们是有实力，而不是运气啊。你要听清楚哦，就是讲我做的物件，唔像啥物过期重去哪里去我白乱来，搁哪里改日期哦？你去叫我探钱，我绝对不是这样。我们是用真材实料。当你看到我跟你讲的股票，我们赚完一波再赚一波。我说你不要管过去啦，你就看今天它会怎么样。今天果然涨停。我说你不要管过去怎么样啦，那种过去的啊，我跟他讲一价到底。来，这里到这边涨停板完全命中，观众朋友，你要爱干不是就是这个，你要的难道不就是这样吗？跟你讲说低档有限，跟你讲说股票就要起涨了，然后今天就两档涨停板。如果你不要说老师我不爱那有业绩阿哥有基本面的股票涨停板，你不用来找我，因为怎样啊，你的博比亚迪来催我不中奖。你如果想要这一种有业绩、有基本面、获利很好的股票，然后呢，不是获利很好而已啊，想重要些了，端午节搞啊包粽，这个粽子哈、哦，无论是你客流，你要家己吃，还是你要请人哈、哦，你真正拢会甘心啊，你会感受到我们的用心在这里呀、啊。所以我们这一次选了三档最好的股票。把它包到粽子里面，三档，这三档，我认为是目前台股里面最好最好的股票，我们把它包在粽子里面，我们专享炮团队要请你，就是讲吼，我经想好的台股目前找出来，那最好的股票当然会怎么样？当然就会涨停板嘛。三档股票我们把它包在粽子里面，我们要送给你。而且这一个粽子啊，高贵可不贵哦。讲到重点是好了，不是说啊，老师那个粽子很贵，我买不起啦。没有，这个粽子高贵不贵，人人都买得起。
这才能显示出我们要照顾你的用心嘛，才能显示出我们的功力啦。对，才能显示出我们功力架好，阿都阿波差，因为安怎讲实在话，我们功力都在涨停板。你看我们股票讲出来都在涨停，功力这么好，不怕你体验。想多重点是安怎，你绝对爱来做，因为端午节你若不吃粽子吼，你就输人啊。三档股票包中。希望你好好把握这个机会。当你看到我们的股票都在涨停板，这个机会就是你的。明天同一时间，我们再会。本公司与所推荐分析之个别有价证券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。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，投资人应独立判断、审慎评估并自负投资风险。呼吸，让氧气变成二氧化碳。呼吸，让二氧化碳还原成氧气。守护一个梦，一份信息，一种态度。种子注入大地，树苗从容不迫地长大，让地球继续永离呼吸。节能减碳爱台湾，大家一起来。资讯尽在亚洲头部手机 APP， 咨询电话02-2578-3777-2578-3777。超越大盘，领先市场，挑战自我，掌握行情。市场的常胜军亚洲头部拥有一流的分析师阵容，坚强的研究团队，准确的多空操作，稳健的获利绩效，提供您全方位的投资组合。亚洲头部带您迈向不同高度，开启非凡人生。您财富的管理专家，亚洲头部，亚洲头部，珍惜所托，真情照顾。咨询电话02-2578-3777-2578-3777-02-2578-3777亚洲投顾-2578-3777您财富的管理专家，亚洲投顾。奇怪，拢会晓要吃，我拢袂晓要洗。我原来他洗都洗袂了，急得像咧放水了，倒转还要看模式。如果你款的，你阁用我乱。每天忙来忙去都忘了照顾自己，我当然要按时帮你缴国民年金。合理是是有保障，而且现在自己只要缴60%，保障就100%，够现谈政府补助的40%。唔真够啊！为你等你今日上大心，国民年金轻松缴，终身保障不会少。财政部台北市国税局提醒您，自民国101年起取消均缴薪资所得免税，有关扣缴及申报问题，请洽各地区国税局。购物消费请使用电子发票，可兑奖可捐赠，方便又环保。预防溺水有十招，第一招，戏水地点要合法；第二招，不做危险的举动；第三招，湖泊溪流戏水需特别小心；第四招，不落。